他本来想说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地狱无门你偏进，谁知道顾湘怡竟然就这么凑过来。他怕外面的人听到什么声音，他又醉又被人灌了药，一时迷糊，本能的用这样的方式堵住荣西固的嘴。荣西固是什么人？哪个女人敢不怕死霸王硬上弓？他肯定会一掌把你拍到太平洋去喂鲨鱼。这男人浑身上下妖里妖气，又魅惑黑暗，发出强烈的闲人勿扰、格杀勿论的气息，谁敢惹他？男人身上 Gucci 破豪门魅惑香水散发出从里到外的诱惑气息，把他整个人笼罩住。顾湘怡脸色酡红，心跳加速，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强烈的雌性荷尔蒙。然而第一次如此大胆的顾湘怡却极其笨拙，只是紧贴着他的唇。荣西固惊讶大于愤怒，清新的女性气息扑面而来，柔和了他心中熊熊迸发的怒火。这女人得罪过他，此刻却紧贴上来。荣西固猛然推开顾湘怡，你。外面脚步声还没散去，顾湘怡害怕极了，怕他出声，突然把荣西固推到门上，又一次紧贴上去。两人碰撞间，顾湘怡一拳重重地捶在荣西固小腹间，两人因为剧烈的幅度运动和门板发出碰撞的声音。荣西固被强吻之前爆出一声不雅的咒骂 Shit。 顾湘怡不慎咬破了他的唇角，荣西固差点一巴掌把这女人折叠起来往马桶里冲。谁在里面？出来！男人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顾湘怡吓得发抖，目光仓皇地凝视着荣西固，那目光中有乞求，夹着一抹微小的期盼。顾湘怡很美丽，五官细致，气质清雅，如今的狼狈遮不住她的美色，红艳中又有楚楚动人的风情，如一朵令人忍不住采撷的白莲花。荣西固第一次觉得男人的下半身真是一个不靠谱的东西，竟然耀武扬威发出渴望的警告。他竟然被这名小女子给迷住了心神。外面拍门声传来，荣西固冷冷沉了一声，滚。与此同时，他在顾湘怡的柔软上狠狠一揉，顾湘怡一个防备不及发出诱人的呻吟声，娇滴滴如要酥麻人的心骨，瞬间沸腾了荣西固的血液。他的眼眸因为渴望都渲染了一抹浓墨。